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咱们的公民拥有基本权利，咱们有游行示威言论的自由权，但是真的有吗？大家都感受到了吧？但是我们真的有吗？我们不能带丝毫敏感的政治话题，如果带了不是被警告就是要做，就是要进去喝茶。政治话题都被封了，都被删了。对，政治话题。好，关心的每次国家出来是。好。为什么吴亦凡真的很搞笑？吴亦凡救了多少狗？我真的说一句话，他妈的！每一次国家发生大事，人民发生苦难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娱乐新闻。正义的官方媒体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人民新闻社，人民新闻社，你报的什么新闻？求你看看我们人民，求你们听听我们人民的声音。只有人民早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人民，怎么能够成就你们？没有人民的拥护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所以我们不要核酸，我们要自由。不要核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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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自由。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国家会说我们中国没有人权。我在时候我才体会到，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真的有人权吗？我们真的有吗？他已经拿到了，没有，拿到了，他拿到了。杨明哥，拿给那个姐姐，拿给那个姐姐。我们伟大的外交官，华初阿姨，还有赵叔叔，你们在国外，我们有自己的儿子，谢谢。谢谢大家都说中国人民多么的幸福。那么，请你看看我们现在幸福吗？哪位好心人的水啊？不幸福。我们有，他们有的，他们有。好的，谢谢。真的很讽刺，为我们孩子的未来而战，为我们自己而战，为我们自己和家人而战。用人权，说的多一点的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为了中国能够更好。为我们的明天而奋斗，为了自由的中国，为自己而战，中国为自己而战，我们不为任何人，我们就是中国公民，我们不是任何境外势力，对吧？